到不了的，跳过来就是了。我跳得过去。是啊。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屁猴，我猜对了吗？我住在收容所里面，跟人类一起生活。奥兹会用手语沟通，而且是个社群媒体网红。我们的家园被破坏了，反正我会去阻止他们的。奥兹，一场恶火夺走了他的家人和家园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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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猴子回来跟我们说话好吗？我不是猴子，我是红毛猩猩。乔斯，你知道这是哪吗？我爸妈可能在那里。接下来有的玩了。你是我唯一认识了解丛林的人。至少现在可以吧。阿尼阿维可能有毒哦。这里本来是我的家，哥林扎公司在破坏我们的岛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我可以告诉全世界发生什么事。好软，好好摸。 Well, I could change the world.